要保存的，把螃蟹保越轻的，然后问一下老板娘保螃蟹，保螃蟹的话是要要顺着这条 IC 这里割。这是取排线啊。保排线。嗯，保排线。保排线。拆排线的话，基本用180多度，180度左右就 OK 了。它排线的话，它掉一点线路掉上面可以洗掉的这个。啊，你用温度用得好的话就，它就不会掉。啊，但是这线路它不会掉，一点都不会掉的，这个。这前面的话是。这个屏本来就是翻过来的，拆的时候翻过来的。这像这里掉液晶掉在上面的话，直接拿那个去除液涂上去，顺着一洗就 OK 了，就洗掉了。排线的话多少温度都可以的，但是180度温度的话，拆出来的话都是很完整的。就液晶的话会有那个有影响。它这个掉点液晶线路掉在上面的话，很容易洗的。你直接拿一个无尘布搓这个线路，就能把这个脏东西搓掉，把这个胶都给搓掉，还有掉下来的这个线路，摁土。线路掉太多的话就比较难洗一点。掉太多的话，就让它腐蚀久一点，然后再洗。啊，差不多了，还有一点点。
OK，看一下。